很多同学画衬布画得非常纠结，但是体积又出不来。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怎么样简单地表现出衬布的体积。首先用小短线画出它的外边缘，接着整个一起铺上一遍颜色，再找到它的下半部分整体的加重，这个是投影的颜色是最重的。然后用纸巾把颜色均匀地抹开，这样它的整个暗部颜色就有了。橡皮把多余的颜色擦干净，收收形，然后用铅笔加重它的明暗交界线，也就是暗部开始的地方和投影，这样中间的反光就亮起来了。最后呢，再拿硬铅去画它的灰。注意它明暗交界线往上有一个亮的地方要留出来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的一个衬布就完成啦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